莎莎莎莎，影片要开始了耶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来包马玉山 granola 清烤谷脆吧。烘烤燕麦谷脆，搭配各种坚果、莓果，吃起来美味、健康、无负担。八种口味任你挑选，有糖、无糖都有，满足挑剔的你。包包冲淡保鲜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颠覆想象的零食马玉山 granola 就要脆给你看。影片开始。弟弟妹妹，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观赏道哦，叫我们的双月水稻园。妹妹，你知道这个就是白饭吗？它最后就会变成白饭到你的嘴巴里面哦。蜻蜓，你知道蜻蜓点水在干嘛吗？在干嘛？它在生宝宝哦，它在产卵。对，没错哦。接下来这个就立冬帮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植物。来来来，这个是这个旅人蕉，我们的这个林荫步道。嗯，然后那个旅人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叫旅人蕉吗？它是旅人，你其实知道，那你来跟他们上课一下。对，是不是旅人蕉的叶子砍在有很多水？对，然后就解救在沙漠中的旅人，所以它就变这个名字。妹妹，我们还没结束导览，你跟我走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不同角度看啊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鸡蛋花，红色的跟黄色的，未来都会开。这边已经开花了。对。然后先别急着进玻璃屋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香料园区。我们这边的这个玻璃屋的主旨，因为我们用的食材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植栽的。然后香料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园区所看到所有的花草都可以食用。这是我们的香料草原，请问叫辣椒吧？哦，有辣椒哎，辣椒，那是辣椒，你好聪明哦！啊，这边够有金针花，啊，妹妹你好，你好像比我们熟哎。对呀，真把它当自己家。小心哦，妹妹。那个妹妹，妹妹哎，在爬我们的道。哎，妹妹啊。妹妹很好玩，我知道，可是那个水稻田也蛮深的呢。来，妹妹你来，妹妹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很好玩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